为什么要在英国参加英语暑期学校呢？首先要知道的是，什么是英语暑期学校？英语暑期学校是指去语言学校或者大学上几周语言课程来提高你的英语。你会在那里和很多国际学生一起生活和学习，他们的年龄都在13岁到18岁，即使你零基础也可以来。英语暑期学校可以在许多不同地方举办，有时是在语言学校开展，有时在大学，有时在寄宿学校，还会在其他很多地方开展。在英国很多不同的城市都有英语暑期学校，伦敦、曼彻斯特、剑桥、牛津、伯明翰、爱丁堡，还有很多哦。所以你既可以在令人兴奋的伦敦市中心，或者在学术氛围浓郁的剑桥，又或者在一个有文化特色像斯旺西那样的海滨城镇学习英语，机会多多。你为什么想要参加英语暑期学校呢？一，为了提高英语技能；二，为了准备雅思考试；三，为了去其他国家城市游览；四，为下一学年做准备，建立你的自信；五，有机会去很多有趣的地方旅行，在英国观光游览。你可以看到巨石阵、大本钟、伦敦塔桥、爱丁堡城堡、曼联体育场、曼城体育场、伦敦眼、兵工厂，还有很多。六，体验不同的学术环境。七，感受大学校园生活。八，在你的简历上增添一笔。九，和世界各地的学生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国家和文化风俗。十，享受这个过程吧。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